撩一下我听听看，撩一下我。嗯。我本想行走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的大英雄，但看到你的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可以停一停。嗯、你这个讲话一套又一套的，这个小哥哥不被你撩的团团转吗？说实话。那你不是小哥哥吗？我呀。我怎么就没撩到你呢？撩我什么样的风雨没有见过，你这种小妹子我见多了，太多了，知道不？别解释了，我已经看穿你了，你就是嫌我胸小，哼，男人。哎，你咋死了呢？他扒了我。哎呦，受不了了，这女孩子撒娇，这谁挺得住啊？讲道理，扒了我！你这个太会撒娇了。那你喜欢吗？我还好吧。哥哥，我胸口痛。哎呦，这谁也顶得住啊！哎，哥哥，你就不能回我一句吗？回你啥呀？不知道回你啥呀？应该说。别慌，我给你揉揉。你不要搞黄色、啊。你知道你单身到现在的理由了吗？哦哈，那个搞黄色谁顶得住？你打完这把，给我发几张凉快、非常凉快的照片，可不可以？哥哥想要多凉快啊！大冬天的。就是属于那种快要睡觉的时候的那种照片。穿睡衣的，这个我好像还没有拍过，要不然我穿了之后，哥哥自己过来看吧。我靠，那你不要搞我啊！恋爱了，恋爱了。小姐姐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现在，我就想说，小哥，你缺对象吗？我缺对象吗？你这个问到点了。你想要跟我进一步了解的话，那你是癞蛤蟆日前蛙，长得丑，玩的花，你哥哥，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我好不好啊？对不对？我是主播呢，我不操粉的，我不能操粉的，懂吗？我又不是你粉丝嘛，我可以做你女朋友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小姐姐，你是不是看我，你是不是想睡我？我感觉你这个人有点坏。别说的这么直白嘛，人家会害羞的。我你多高啊？我很矮的，我可能跳起来能打到你的膝盖。没关系，我也矮。你矮，提莫的那个身高吧。我1.58米，怎么了？听完我的身高，你还喜欢我吗？那我1.5米正好。你1.5米啊？那不可能吧？那还是算了，我喜欢长我喜欢长得高的。你这个太矮了，1.5米以后，这个生的小孩那不成霍比特人吗？没关系，哥哥，我可以长的，毕竟我才16岁。你才16岁，你喜欢多高咱就长多高，好吧？不行，我把腿打断，我再给他接一点。16岁不行，16岁太小了啊，这未成年呢。哥哥，我成年了，14岁就不犯法了，哥哥。14岁啊？哎，你不是我喜欢韩红那一款呢？你不是那一款，可惜了。我可以喂你吃到那一款的。吃到那一款。你吃也不行，我喜欢那种有才的女孩子。你有才吗？啊，你这个太会撩了，懂吗？哪天我帽子绿了，撩还不够吗？这谁顶得住？这样是不行啊。哥，你把我关屋子里，我只撩你一个人啊。你可拉倒吧，我顶不住，顶不住。他们可以收服你，兄弟们，你们赶紧把这个妖怪给他收服了，给他降妖除魔一下，懂吗？不要再来祸害咱们了。哥
哥哥，我棒棒给你留个言，你记得下了播来找我哦。日后再说啊。哥哥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是日后再说吗？那你报地址吧，我去找你。嗯，关注你了，关注你了，关注你了。你还没有告诉我我的 ID 呢，你肯定是关注的别人。你的 ID 啊？猪蹄子。你的 ID 是10641540，你这个人好，小姐姐你很坏啊，你再让我再给你打广告，你这个人啊。哥哥，你不给我5星好评，还不给我打个广告啊？你这个物质的女人。就先这样吧。我喜欢的也是你啊。就先这样吧，好吧。好的呢。嗯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，好。下播来找我，我给你地址，爱你哦。好好，挂了。